我现在多一个七夕节。来看一下这款游戏呢，七夕节，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哎、欸。其实，我们就得使用一些东西呢，就得到它的相对应的奖励。好，下面就我们的活动分数这样子。然后这就是我的七夕节哦，非常的有趣。然后你可以透过你的铜币去买这个什么小野菊。哇塞，我最爱的三叶草也在这里，好酷哦！这就是我们的七夕节，然后也有活动商铺哦，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的道具，哦，非常有意思。好，这打 APP 就有个线玩，轻松的游戏就是不一样。那是新角色吗？一方之心力，我把它解一解。啊！